看一下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自由奔放、热情澎湃组。那我就来告诉各位，我觉得唱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爽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讯息没有传递出来，我们就开始挑三拣四。弹吉他熟练吗？低的不低，高的不高。其实他什么都没有，你自己感动的要命，别人不感动嘛。好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唱歌的问题。无趣啊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。我看到一个问题。请问。就是要锁链稳定度。声带是肌肉，那人的肌肉也一样。就一直唱啊。就是你啊。以前唱歌是这个声音，哦，所以唱歌的声音是后来练出来的。你老师是哪一位啊？自己练的。其实练的我觉得不错。现在打疫苗，所以身体不太舒服。啊，你打什么？天气啊。太投入了，都是疫苗惹的祸啊！